好啦，喺部挑战最快咧，中档位置咧，见到系嗰位咧粉蓝帽嘅如诗如画咧，开边橙色帽就金枪圣，红色帽嘅匹系长山虎啊，走二蝶嘅白色帽嘅匹咧，亦都见到凤凰之星都快嘅。再嚟后边三只马咧，少少咁啊，就开边外档咧，亦都见到嗰只马咧，绿色帽嘅大战士咧，暂时垫后两只马后少少噶。咁啊，就康泰無敵同埋咧係巴美位置嗰只馬國金之星咁樣嘅，都係追翻少少噶啦。轉緊呢個500米彎嘅時候，單騎放咧如詩如畫咯，開邊跑上嚟見到長山虎啊，三四位走開邊外檔就金槍勝，再走二碟見到咧就白色帽鳳凰之星，接裏邊上就綠色帽大戰士，暫時墊後兩隻咧。咁就係咧，就係嗰筆啊金奔馳大包尾咧，國金之星尾二同埋康泰無敵尾三位置嘅，都冇得進展啊！入到嚟最後200米啦，咁啊開始咧慢車就係嗰筆如詩如畫，拍上嚟就係咁啊長山虎咯，開邊擁緊就鳳凰之星越衝越勁嘅，咁裏邊落到冇得進展嗰只馬就大戰士咧，同埋嗰只馬粉紅帽嗰只咧，咁啊就國金之星康泰無敵都冇得走勢㗎。最後100米路程啊，越衝越勁，開邊我當鳳凰之星第二出閘，跑第二名就長山虎，第三名如詩如畫，跑第四名就係大戰士。